丧尸。我无醉，我要搁啉。哇、啊，只是喝醉而已啊。那是他太太吗？不是，先生，小心啊，先生！啊！我啊这个世界已经全部都只剩下丧尸了，到处都是丧尸。不行，我担心这里快要没有水了，我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我赶快检查看看，我什么武器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我的手！我想赶快离开这里，我要走了。小来了吗？怎么办？我先去把门抵住好了。对对对。闯进来啊！不要，拜托！怎么办？怎么一直不过来咬我呢？怎么往那边去了？难不成这是？又回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跌倒了？原来他是……不要过来！我被他抓住了！你要干嘛？冲过，跟你一个人。冲过只有一个，这是最大家没有办法忍受的丧尸，猪圈丧尸啊！果然，丧失了猪圈的人就跟死了没有两样。不行，我赶快离开这里，真没有人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赶快去取水了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！以前我的爸妈总是说我可能会娶不到老婆，想不到我现在是娶不到水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难不成连我也要变成幽默感丧尸了吗？我好无聊啊！我说的笑话都好无聊，我现在无聊到要死了，无聊干咩事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感觉到？有没有感觉到那个？有没有？三小，不是、啊，你这部片怎么上次是同一个人啊？不是、啊，你没搞清楚吗？我在反讽这个社会，我在反讽这个体制，我在反讽这个社会下的人已经全部都变得丧失意志的人，大家活都像丧失一样，懂吗？哦，而且要记得减肥，不然丧失来的时候真的跑不掉。你怎么要讲这个？可是你拍这个要干嘛啦？不是啊，拿奖金赚钱呢、啊。中华电信 MOD 金片子大奖可以获得总奖金350万，我这个就不相信他不给我100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会这样。哎，不是啦，你这部片没有得奖，原因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浪漫的元素啊，观众哪会喜欢？哦，对不对？这样都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你说的浪漫的元素是不是像这样？是那种全世界都已经战乱毁灭了，剩下最后两个一男一女这样子单独相处一室的那种浪漫的感觉。天，天，你没事吧？天，你不要过来。你还好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快要死掉了。没事的，你只是被咬了一个很整齐的咬痕而已。怎么咬的？你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忙把你包扎。
你还为我准备这个，妈好。你会活下去的。我不会，我会变成丧尸。你赶快走。你不会丧尸的，我不要丧尸你。不，我不要看到你看到我这样子丑丑的样子死掉。我已经看到了。没事的，与其要丧尸你，不如让我一起跟你变成僵尸吧。不可以。咬我，咬我。我不要。你不咬我，我就咬你了。好痛啊，你这个贱人。好痛啊。不是这个样子啦，不要乱下注解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这样还是不会得奖。对啊，而且那个僵尸在那边打炮，拜托，谁要看啊？那打一打，那肉都掉了。还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啊。有趣？就是有趣，可是不会得奖。那请问怎么样才能够得奖？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要得奖的片，就是要是艺术片，它要加一点艺术的感觉。那请问什么样叫做艺术？就是艺术的感觉。水霄，水霄，你还好吗？你快走！我不行，我要尸变了。不行。你不管尸变还是尸精，我都要在你身边。你怎么？你哪里被咬了？啊，手吗？不在手上。脖子吗？不在脖子上。在哪里？你不要问，你快走。在哪里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把它吸出来。在这里。我连卫生纸都帮你带来了，就交给我吧，水霄。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男男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你最后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就真的不太了解。那个就是艺术啊，艺术。可是我什么都看不懂啊，那个什么艺术？你看不懂，是你不懂艺术。所以只要我看不懂，就是艺术。嗯嗯。哦，那这个世界上的艺术还真多了。好啦，反正我们都知道了，做艺术的就是不能当饭吃嘛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好，给你那么多意见，自己慢慢想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不要再拍了，去找个好正常的工作，好不好？付房租 ，OK 吗？啊，不要想那么多。真的啦，天分这种事情就是注定的啦，你就是没有。而且啊，才华这种事情，你知道不够也没办法借，所以你就放宽心，你会找到自己一片天。好，看一下。